别搞笑了，之前的事情你不会真的认真了吧？药好了，喝药吧，来。有点烫啊。你没有听懂吗？你已经被开除了。Leo 已经付工资给我了，3个月，概不退换。不用退了。我又不是乞丐。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报警了。很可惜 ，Leo 跟我说，这个房子他家也有份，我可以随便进出，而且我的行李也搬进来了。又来这招。云晨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在 M 国的时候，经历了那么多困难，你帮了我很多次。这一次，让我帮你好吗？别推开我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这不是同情。我看见你在角落，那是什么？被脆弱包裹，爱情吗？摇着船背对我，将难情冲破。别搞笑了，之前的事情你不会真的认真了吧？他是病人，他说的话不是真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一般见识。傅云深，你输定。把你老板的病历资料发给我。